所在，我必须放手一搏。武魂融合技成功的关键在于彼此的信任。黄豆，你愿意相信我吗？我愿意。武魂融合技，这两个小子好样的。好美啊，要多久就再回不一样，沿途地上泥泞地转的心跳，怎么可能？武魂融合技的使用是有冷却时间的，我一号跟王东分别只有两环和三环，按道理使出武魂融合技之后至少三天无法再使用。原来一个会知的美才能拥抱的最容易，你怕是更勇敢一生与梦相拥，一生踟蹰，芳华不过刹那而已。生人败落，一朝一夕，完值一时风月，换得换失。送千万人赴红尘。或幽助，或喜乐，皆梦幻泡影，清明无际，我见真我。我输了。是白客。果然是怪物虚渊，这两个孩子难道真的是怪物？霍雨浩和王东之前的比赛就用出过黄金之路和天地之铁两个武魂融合技，加上这两个，两人共有四个武魂融合技。怪物，这绝对是怪物。二三之战结束，决赛总比分史莱克学院2-1，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全大陆高级魂师斗魂大赛冠军史莱克学院。雨浩，我们赢了。史莱克学院，史莱克击败。太好了。你们是我的骄傲。霍雨浩，本体武魂灵母，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年轻人，你们用实力赢得了荣誉与掌声，当然还有应得的奖励，四块魂骨。雨浩，王东，你们去吧，一路走来你们为团队做的贡献最大，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